刚刚还是得让奥斯卡出来拿球，是交给霍尔克，左脚把球勾回来，直接打外围，还有漂亮，漂亮，这是艾哈迈多夫，艾哈迈多夫啊，隐蔽的跟上，我们看这个时候霍尔克周围是没人，是，但是当这个球运作完封出来之后，突然之间进去弧顶，邓小飞还扑了一下，那、哦、你看啊，对，崔永哲上来应该是在这个位置，但是他跑过去，这他跑过去积极的去夹击去协防霍尔克去了、啊、哎，结果这个二点球漏出来了。